习主席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向，这个亦都表明中央将全力支持新一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，为新一届政府的工作注入一个强大的信心和巨大的动力。我将会带领新一届政府全力以赴施政，会体现和实践主席的希望和要求，不辜负习主席的重托，亦不会辜负广大市民的期望。我会团结和带领社会各界续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，展现香港的新景象。